我还是再回到刚才所说的，我们如果说是只是看主为主啊，靠主做，那别人我们真的是不要去看，一定会碰到。你只要是有人的地方，你一定会碰到这一种的人。而且有一些的人，他就是一直就是拿你的所做的成果，他变成他的都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事情经常发生。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我们在天上的主。啊，我们是服侍他，时候到了，他自己会赏恶，不是罚恶赏善，呵呵，主权在他的手里。